大家好，我是Xinhui旺哥，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Xinhui的茶坑村，看看有什么好的陈皮分享给大家，看看老板娘仓库有什么好的陈皮，啊，100%干仓货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皮，很自然的颜色，啊，听到没有？分享干仓货。 老板娘的镇店之宝，古董货，一瓶才1200，一万八，这一瓶就要18000了，批价还是批价？是吧？下面我们让我们的老板娘给我们冲泡一下来试一下，我先尝一下30年的古董老陈皮是什么样的，啊，药香味十足。 口齿留香，关注旺哥，带你找更多新会。